这个男孩今年7岁，每天上学都迟到，放学却第一个冲出学校，学习成绩也一路下滑，身上经常散发出难闻的气味，班里几个男生就常常欺负他，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破辣。时间一长，班主任老师也很纳闷家宝的异常举动，就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，眼前的一切让老师大吃一惊。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，坏爱感动了很多人，也改变了很多人。男孩叫家宝，母亲在家宝2岁时就病逝了，给母亲治病时欠下了很多外债，为了尽快把债还上，爸爸决定出门打工，回来就和女朋友蓝一结婚。蓝一人很好，对家宝也好，家宝早就想叫他妈妈了，这样他就再不是没妈的孩子。这天蓝姨接到一个医院打来的电话，说家宝的爸爸出事了，急忙坐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是矿难，经过救治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当蓝姨看到家宝爸爸时，整个人几乎疯狂，一心想过上好日子的他就等着这个男人赚了钱回去娶她，可这一切都成了泡影。医生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病情，因为颅脑损伤严重，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，矿老板也跑路了，医疗费还差10000多块钱。医院得知他们的情况后，不仅减免了所有的费用，还送了一个轮椅给他。蓝姨推着爸爸回来时已是晚上，天空下着大雨，姑姑腿脚不好，一到雨天腿就疼得厉害，刚走几步就摔在了地上。奶奶瘫痪在床多年，一直是姑姑照顾着，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可他现在也瘫了，让蓝姨这个没过门的女人怎么办？第二天，蓝姨带着家宝去买菜，教他怎么选便宜的，晚上教他给爸爸按摩翻身。深夜里，蓝姨给家宝留了一封信，她也是个苦命的女人，自己也有2个孩子，本想能和家宝的爸爸凑成一个完整的家，结了婚就把2个孩子接过来一起生活，现在一切都破灭了，只能选择离开。蓝姨收拾行李离开时，爸爸并未睡着，可他又有什么资格去挽留他呢？清晨，家宝看见蓝姨留给他的信，无法通读的他更不明白信里的意思。家宝拿上书包去上学，爸爸为了不拖累儿子，就想着吞枕巾自杀。还好姑姑及时赶到，因为姑姑要照顾奶奶，照顾爸爸的重任就落在了家宝身上。就这样，每天上学迟到，放学又是第一个冲出学校，很快家里的钱就用完了。家宝把最后的一点面条煮给爸爸吃，进门时被门槛绊倒了，滚烫的面条和汤水溅到了他的脸和脖子上，家宝没忍住还是哭了，忙爬起来说自己没事儿，面捡起来还能吃。这是他们最后的一顿面条，不吃就只能饿肚子了。给爸爸按摩完就拿来剪刀给爸爸剪头发。家宝去上学后，爸爸再次想到了自杀，被放学回来的家宝发现，为了解决吃饭问题，家宝放学后就开始捡饮料瓶子。废品站阿姨得知家宝的情况后，每次都会多给几块钱，还会拿些菜给家宝，因为长时间不洗澡，衣服也没人给洗，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老师也告诉家宝要注意个人卫生。街道委员会的人得知了家宝爸爸的情况，来家里查看，临走还偷偷塞进铁盒200块钱。放学几个男生跟在家宝身后往他身上泼水，说他是小破辣。回到家给爸爸放尿袋里的尿时，终于忍不住流下了委屈的泪水。他抱着爸爸，希望爸爸能给他些许安慰，但爸爸只能着急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一个7岁的孩子怎么能承受这么大压力呢？第二天，班长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老师，老师把那几个男生训斥了一顿。他也觉得最近家宝很不正常，放学后他悄悄地跟在家宝的后面，看着家宝捡了瓶子去卖，然后再去买菜，回家做饭，给爸爸按摩。他不敢想象这就是一个7岁孩子的生活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眼眶不禁湿润了。他感到自己很失职，自己的学生过得这么苦，自己却不知道，每天在学校还总被同学欺负。他决定让欺负家宝的同学们都看看他的生活，带着他们跟在家宝身后，在场的每位同学都十分惊讶。第二天，老师搞了一个全班献爱心募捐，经常欺负他的几个同学向他道歉，街道委员会帮他家办理了低保，找来记者报道了一家的生活情况。在各界热心人士的帮助下，家宝不用每天捡饮料瓶过活了，爸爸感动地流下了眼泪。家宝被评选为全省十佳杰出少年，学校开会隆重表彰，号召全校同学向家宝学习，对生活充满阳光和希望，无论何时何境都不要放弃生活，就像家宝一样。面对如此家境，他依然那么乐观，一个人独自照顾着爸爸。在同学的嘲笑声中，
他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，无论生活多么的艰辛，他都在坚持着这一切。一个孩子都能做到，我们成年人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生活都不会尽如你意，遇到困境时咬咬牙就过去了。你的努力和付出终能换来美好的生活，只要你认真对待生活，生活就会认真对你。2021年，奔向自己的幸福目标吧。我是趣侃影视会，喜欢的朋友欢迎留下评论和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